这个翘嘴呢，它是吃很凶的，它是本身就是吃动态饵料，知道吧？它本身就是吃活饵的。这主要是玉米小下去以后，它在飘的过程当中啊，它会来追饵料，知道吧？所以有点酸、嗯，这个汁好多、嗯。那是这个好吃一点。嗯，不一样啊。这个甜一些。水分也多，水分。果然是高手啊，选的橘子都比我贵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但是咱就不是比的品质，咱的比的是量，好不好？哇塞，那我量肯定输了。这是多少？这多少？这是7.6吧？7.7是那个7.7斤是吧？3.8公斤，差不多。7.7斤，哇！来看看我这儿是一尾巨物了吧？哇塞，你14.7嘞，你怎么会载这么多呢？愿赌服输，是不是要接受惩罚？可以可以，没关系。那必须得服输。来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10个俯卧撑啊，10个波比跳。来，我先给你表演一个。真正的波比跳是怎么样子？首先呢，你要来原地俯卧撑，然后再嘿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程序知道了吧？好好好。没想到王大师也有被我打败的一天。真有啊！王大师的粉丝，不要打我哟。会，对，一个，对吧？对吧？一个，一个，一个，一个。9个，最后一个，耶、嗯 yeah, 完成了、哎、完成了，来、yeah、这个是有个是浮台、哦、因为我们不用搭吊台，如果到岸上去吊的话搭吊台比较麻烦，对，这里方便一点，还得去架东西啊。这个是咸淡水，外面就是海了已经。哦，这是连着海的，哎，对对对，那肯定鱼种会非常的丰富。这里边有鲫鱼，资源也很好，有鲫鱼，有鲤鱼，有翘嘴，海里面的那种海，那个叫什么黑鲷、嗯，黑鲷也有，黑鲷也有的。哇，鱼种这么多，那我们钓什么鱼呢？今天我们主要是来钓那个翘嘴嘛，对吧？哦，因为前几天我钓的还是蛮不错的，蛮过瘾的。对，就今天，所以说叫你来过瘾一下。好嘞，谢谢王大师。那我们往前面一点。怎么选钓位呢？你看那边已经有一些钓友在钓了呀。是啊，我们来的晚了嘛。嗯。前面一点深，大概有5米左右，这边4米多。嗯。应该钓翘嘴吗？还是钓深一点好，越深越好。假如说有5、6米最好。这前面好像都有人在钓着了。其实前面跟这里有点差不多的。嗯，因为我们还是在这里先钓一下吧、嗯、好吧。好，现在这边4米多的位置先钓着、哎、对，4米多这里。好，看看鱼情如何、嗯、好的。好，那我们东西拿过来就这里钓今天的翘嘴之旅、嗯、王老师，嗯，你这就已经消上了呀。我平常我感觉就用天元的玉米就够了，没想到还要用这样的玉米来打窝吗？这个是比较甜，嗯，味道尝一下，很甜的。这是甜玉米，不是那种糯玉米。没事，这可以吃的，直接就吃了，特别的甜。我们买的时候必须得买这种甜玉米，很甜的啊。嗯，就是没有经过煮过的玉米，好像对，没有煮更甜。它削了以后有一半削碎的，削碎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汁啊。嗯。很甜的汁它会流出来，这个鱼其实嗅觉很灵敏的，嗯，知道吧？就着这个本味的，就是甜玉米的味道，它就来了、嗯。那我们是用天元的这个嫩玉米，这款和生鲜的这个甜玉米来相结合来打窝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削好了以后呢，把它搓碎。一般是嫩玉米一半，嗯，这个也加个一半，这个加一半，啊，这个也加一半，嗯。直接就划开了，它也有可撕的，这个口也可以撕的，嗯，更香，这味道更浓。一打开这瓶，啊，它这个味道浓一点，嗯，这个就是留鱼，留鱼持久一点，嗯，这个幼鱼就是这个成品的玉米有，幼鱼速度快。这盆你应该用不完吧，王老师？这个我跟你说，可以可以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一天掉下来，每个人起码得搞个3盆要。三
喷盆，天哪！我们把那些打完了以后，等一下再削。哎，我还真没用过这种生鲜玉米和咱们天元的这款玉米结合来用的，看看打我效果怎么样吧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拿走了。好，那一人一排嘛。一人一半嘛，一人一半啊，不能全拿走啊。打完了以后，你等一下再我们再削嘛。你不是说得打三盆吗？先打完了，我们等一下再削。给我这么多，没必要。给你多一点，我再给你一点。咱们一人一半。嗯。我先试试这个效果如何。嗯。好嘞，这是让我爆裤的节奏啊！第一次尝试用天元嫩玉米搭配新鲜甜玉米做窝，不知道它做掉翘嘴的效果会不会如我们所愿呢？王老师啊，我开始打窝了啊！哎，开始打窝。你一开始打的话，频率高一点。频率高一点。对，高开始打窝，我们必须得诱鱼嘛。我用打窝勺打一整勺，这么、啊、这么多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就整个一整勺。好嘞。等一下。你窝子要打到那个飘扫描，打得准一点。我现在没看着我的漂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漂甩一下。王老师、啊，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独门一绝抛竿方法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这有没有掉过来？往外面倒，再往后面倒，再抛出去。不是，我是用肚子顶出去的。啊，这。嘿、嗯。不是，哎，不对。小心。哎。开我一下啊。你看我，我起竿啊，起竿，两个玉米提出水面，提出水面以后往后甩，再往前面甩。你那个握竿的手法呢，是这个手啊往前握一点，一个手往后面，一个往前握一点，这甩起来更有力，知道吧？哦，好，更能使劲儿一些，要不然的话只在一头就不好使劲儿。他这翘嘴是。一来的话就是黑漂是吧？这几天口会比较小一点，因为现在气温低了。如果是夏天的话，直接黑漂，五六亩、七八亩直接黑漂。嗯。长杆长子线，再加上十几秒就要重新抛竿的频次，对细胳膊细腿作为女孩子的我来说，真的算是个新的挑战和突破了。不过好在天元这款七米二的浪尖杆子很轻，真是帮了我大忙啦。王老师，你的漂怎么那么高啊？高高甩下去、哦、它还在漂呢，还没到位。还没到位你就开始抛了几杆窝子了？对，那个一打下去以后马上就打窝。我的天啊，你这杆抛好以后马上就打窝。你这频率看起来比我快很多。那肯定要比你快多了。哇，哎，中鱼了、哦、直接黑漂，十几目直接黑下去。哎呦，什么鱼啊？是翘嘴，烧翘嘴了啊，是翘嘴来了。看来抛竿频率快果然有效果一些，反正准备放生的嘛。哎，小庆，哎，这个翘嘴了，它是吃很凶的，它是本身就是吃动态饵料，知道吧？它本身就是吃活饵的。这主要是玉米小下去以后，它在飘的过程当中啊，它会来追饵料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要打频率，哦，频率一定要快起来。感觉你这基本上十几秒就一杆，十几秒就一杆。对，大概最多30秒打一杆最好。最多30秒。